加爱情，何必害怕分离？我看外表的分离。挡不住的太阳，这已经唱到，不知道唱到多少次。哎，什么时候吗？我在收歌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一次公司真的有好好的让我选歌，因为让我淘汰的歌比被我收的歌还要多。哦，对，那因为现在收大概四首左右。淘汰了几首？哦，他们每次寄来都是四五首，然后我只选一两首。哦，所以这样讲起来应该是20首被我淘汰。这不是不好，是不适合我，作者们，不是。是，对，我有，没有，不是乱选，是我没得选。对啊，我现在比较有想法了嘛。人长大要有想法嘛，以前都是像小朋友一样，你给我唱这个，好。所以是以前比较听话，现在比较叛逆。没有，以前是，不是不听话，以前是就是怎么说啊？这要怎么讲呢？以前。涉世未深，涉世未深。转圈，转圈，转圈夹，转圈夹鸡排，嘿，嘿。好白痴啊！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转圈夹鸡排呢？分开以后再相遇。那一二一二一二三，好，条纹蓝，条纹的蓝色条纹的，有有有。在的时候，我都有督促自己。我幸运，你敢吃哈？抱着我切鸡排。抱着他。哦。小助手。那我就先切一块给你吃喽。我要抱着他切哦。像偶像剧那样子。有没有另外一只刀啊？因为这钢琴好像切生的。我很怕我会失手，就这样子。这刀给我，刀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厨具真的蛮厉害的。来，请。小姐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皮。如果是你的话，我就转身抱着他了。哎、欸，完美，厉害了，完美了。前面这样怎么听行？你站好，我没有那么矮。好像要喂你吃鸡喽。很烫吗？会烫吗？怎么样？好吃吗？真的假的？你不要骗我。几分啦？满分。哇塞！哎、欸，这个回答很厉害，真的。因为你如果几分都有可能是其他的满分，但是你满分你就没有办法再加了。对。好，你是为了胸肌吗？好啊，那你可以抱。给你两秒考虑，一二，好，抱一下。哇！谢谢。谢谢你。回去不洗手。那这一块就给你了。回去不洗就洗手。它只有一位机。这个是可以直接在机上面的吗？还可以再一位吗？可以啊。肉干啊，换牛肉啊。换牛肉。
可以让我先摆盘一下吗？等我一下。我虽然看起来很在闹，但是我也是很认真的。我们总算可以从云端交换。先放下，先放下，一二三，你比较快，对。这个我叫那个。谢谢。谢谢。好。这有什么问题？可以再前进一点点吗？这位太太。我跟你讲，他们这次牛小排的肉不错，所以也无需再对。吃新闻真的太可怕了，真的爱的脆脆。怎么样？口感如何？幸福的感觉。幸福。没有，但肉应该还好吧，还不错吧。还蛮暖润的。是不是？那你要怎么样？你要怎么样？可以选怎么样？你要怎么样我？你要什么福利？你要什么福利？警报。就好，警报。警报啊！警报跟刚刚的报有什么差别吗？知道双胸要贴在一起，警报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没事啊。我先给你警报看看。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。啊！一二三。哇！好。不会。终于还是失去你。哇哦！嗨，你造型好特别哦。对，你那两个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哦，你是哪里人？我是香港的。哦，你好，香港的朋友。你好，你好。就说你是 international。哦 ，OK。啊，你的头发？怎样？没事。你好好享受，没事，没事，小的不敢。挺好的。才是报道的。对，在后面扒你。我等一下去帮你暂停车格。因为你头发很炫啊。上一次不是也是紫色？对，也是紫色。啊，你都一直补染，那、啊、怎么没有掉色？因为它是不会掉色。还是你都吃葡萄？你眼睛好红。老婆的身份在质问你。你眼睛很红哎。还好吗？需要看医生吗？好，你看就好。我的确是蛮需要的。好啊，好啊，那要拍照是不是 ？OK。那我们先跟线上的粉丝。线上的粉丝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们没吃到我做的米其林的料理。但下次有机会的话，换你们自己来。然后记得我刚刚说的，就是，有我看到，我正在看。就是要分享十个人，然后我们会再请虚编，就是抽奖，这个 apron 啊，然后顺便你们也把 apron 这个英文单字打上去，每日一英语好不好？对 ，apron OK， 谢谢，拜拜。